克斯保护住，直接吊一个对角，周一翔外线出手，部长来了，嗯，要硬打，但是还是受到沃许本的干扰。是，周一翔外线急停三分，再来一颗，哇，就是要三分啊，对。49-44，宜翔在这个位置相当有自信，哇！周宜翔现在会飞起来了。周宜翔切入到禁区，哇！结果应该是 goaltending， 今年赛季第一个两分球。哇！海燕积极的干扰，宜翔在第二拍选择投篮，再来一颗三分球。周宜。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